看到大厅放着收拾好的行李，这孩子该沉到情绪了。那嘴呢？我想走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怎么啦？这感觉你不想走是不是？啊？还得看着这东西。我们这一堆，这一堆东西行李啊，这一堆行李在这里啊。开心了，这小猫咪。你看他那表情。为什么不开心？要回大城市打拼啊，好吗？你留在这里干嘛呀？啊，你吃喝玩乐不太好。要回去管票啊。对呀、啊。不太开心，不太开心，真的。回到大城市打拼的，嗯、啊，怎么？没有出去，先适应一下。哎呀，安慰一下他，现在别一直别一直安慰，快抱着他安慰一下，抱着他。爷爷，你看人家海棠。你看一下你妹妹。赶紧的，赶紧的。啊。哇，不愿意，不愿意逃。又多起来了，这家伙又来装了，又穿了，又穿起来了，不行，因为你进笼咋搞啊？妈妈，你没出过门吗？一回生二回熟的嘛，哎。不要躲，面对现实，再一会就要走人啊！你要回大城市啦，小猫咪。那一会就要走了，你走到哪里去？很不开心。他不想出去，他看到笼子，真的要出门了。妹妹迫不及待想出去嘞。喵，现在喵啊是吧？好啊，看一下人家妹妹多乖，别往那里跑。你都出过多少次门了，还害怕？生气，猪猪生气了。生气了，去干两口饭了。每次出门自己都会主动干点饭，知道出门要挨饿子了，挨肚子了。又拿手机。床底去了，他说我再也不要出门了，怎么都躲床底去啊？海棠，哎，对嘛，出来，你都要喝水了，我身上待了五个多小时，那两只回来真的抽水了，两只，可饿了，身上没吃没喝，呵呵。小猫咪，年轻的，你看这长得好，又，小猫咪的收态，被子盖上，太冷了今天，